它不是很顺畅，要弯下来，要弯上去，所以它会积在那里，积水。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这个一定有，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。可是水不是从那里漏出来的，水还是其实它这有一个水盘嘛，然后上面的凝结水会从上面流下来，流到那个水盘上。然后水盘就会这样流流流流流到这个管子，从这里管子流出去。它这个管子感觉不是很顺畅，感觉是往下，然后它又往上，所以这里会积水。那就先不要穿衣服好了，先观察吧。看它怎么流啊，可能结果根本不是那个保温效果太差，是根本就是水盘在漏水。水盘在漏水也有可能。对呀、啊，水一打开看看嘛，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啊、我不会开啊。啊？不是啊，而且是 turn on 啊 ，turn on 之后。不是，我说不要装下面那一片，你看看。他上次不是说那个没有装那个，反而会更效果会更容易滴水。没有，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它滴水啊，我们才可以知道哪里的是哪里在滴水。